先提升自己，先从裆上。 那你觉得，那赵强呢？赵强，我他妈就奇怪，为啥？犯规了，犯规了。哎，你看我当时就跟他说。 赢了那场，赢了你把老彭那场。赢了谁？玉一分的场。好，好胖啊！他会打球。你看这。 对啊，他放别的组。对的，先回防。哇！我天哪！ 那问题是他，你付这东西就已经很奇怪了呀。对，乱七八糟，那我就去做我家了。我操！他妈，我去拿信，我拿信，我没凑巧，你知道吗？这让人敲响了以后的。 house 吗？他是在那个 house 那个走廊上，他没有摆门口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他妈的一看，当时没揍他，我当然揍了，我揍了。